很有趣啊，相处起来很有趣。你说你喜欢吉娃娃？我喜欢吉娃娃。他喜欢吉娃娃。他喜欢鱼棍男呗。哦，他脸突也吃呀，他脸突也。林湘否认有烟瘾，希望大家继续爱我。陈汉典杀出救援，被点名理想情人。那林湘最近变成流量密码，就是心情怎么样？是很荣幸啊。所以林湘这几天的新闻风波，会觉得很委屈？会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被放大吗？对，拉拉队林湘日前被媒体指记抽烟，17号首度现身出席新节目记者会，表示自己没有烟瘾，日后一定会多注意言行举止。您闻起来很香，林湘。OK。哦，看来林湘还是香香的。鸡排妹出席记者会时，被问到林湘该不该戒烟，也提出看法。如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舒压的方法，那为什么要去戒烟？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乱丢烟蒂或是。你知道，就是他人的行为，他而且还在抽电子烟，对啊，到底为什么要道歉？他完全没有影响到别人，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乖。以他的知名度，如果是其他女生，早就不跳啦啦队，因为跳那个很辛苦啊。强哥，你有戒烟吗？啊？有戒烟？戒烟？还是没有戒？我对，我没有，有没有戒烟？其实还好，平常没有怎么在抽烟。味道好好，其实不用去验证，真的不用找人来验证，真的。我是今年戒的，然后时间到了，如果有结婚有小孩的话，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戒了。你是说结婚有小孩以后，对，就会戒烟？对，那我来帮你。就还只有我单身吗？喜欢幽默男生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重啊重。那脸都很会跳。哇，重啊重啊。汗点点 OK。很有趣，相处起来很有趣。对林湘的择偶条件就是要幽默、有趣、会跳舞，还有吗？就是有妹可以带着我一起进步。有没有身高或者长相是要求的？我喜欢长得有点肥肥一点。腿肥哇！就在讲他，太没困了，太废了。他喜欢没有无精打采的。你说你喜欢吉娃娃？我喜欢吉娃娃。吉娃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